今天在地前继续来看的民间团体帮忙下，一寡自细汉就袂当做新妇的阿嬷，有机会来穿新娘衫。阿嬷讲，痛到骨阿妹拢困袂去。哇，好美啊！手捧花穿新娘衫，这阿嬷穿甲真性感，小可歹势歹势，这是因这世人上水的时刻。这个打扮不是为了要做人丈母，是要替家己圆一个梦想。好，真欢喜啊！哦，互恁迄个话圆梦。嘿，无阮嘛无迄个机会通去穿婚纱。因为日子较歹过，无好好办婚礼，为阿嬷甚至细汉都互人袂去做新妇啊，无吃着恋爱的滋味，都爱逐工煮三顿，活到七八十岁啊，当作讲即世人无多体会着做新娘的浪漫啊。加在有民间的团体斗三工，找专业的彩妆师替因打扮。可以，他这个眼睛没问题，他这个眼睛没问题。三完后，秘书虽变成十七八岁小姑娘，连厝内人拢真欢喜。很漂亮，太好了，有这个机会给他们，不错。我真欢喜，欢喜几礼拜。阿妈徛几排，就跟那妈祖同款，留下上水的画面。